你有看最近的冠军赛吗？你说勇士那个吗？对啊，有啊。你觉得 Curry 真的超帅的吗？还蛮帅，蛮帅。你怎样对我那么冷漠？你要密谋两下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？那我不讲了，我先去跟我女朋友出去了，是吧？大学这么久了，广州人才看到，这样我就不服。哎，张军，打球，打球，没打球。哎，等什么？来啊！哦，好，来不来？现在这个时间，学姐应该在里面吧？啊，不管了。学姐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。其实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，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哎，学姐嘞？哦，她是指一心学姐吗？是啊。她最近好像因为一点家庭还是她个人因素，好像就是三四个礼拜都不会回来这个地方哦。哦，那需要留话给她吧？还是我帮你留个讯息或者公司给她？哦，好啊，那就谢谢学长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张雪，哎，怎么啦？最近看你都心情不太好了。哎，跟兄弟说，就那个你也知道，那个思远那个学姐啊，学姐，想把她对不对？看有没有那个机会认识她啊？这种事情叫你哥就对啊。啊，哥这经验这么丰富，人家说什么哦，老梗不要常用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用老梗，好不好？老梗，随身携带卡片。真的吗？不要犹豫，就是这样，冲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试试看。可以帮我把这个交给一心学姐吧。好啊，我会把它交给她的。哎，同学你好，今天什么事吗？可以帮我们地方吗？请问嘉瑜学长在吗？嘉瑜学长，我没听过这个人，还是我帮你问问看好了。哦，好吧，谢谢学长。学长，你知道一心学姐吗？一心学姐，老师，你有听过一心学姐这个人？一心是林一心吗？对对对，林一心已经毕业很久了，大概毕业十年了。十年？对，十年前我教过的学生了。怎么可能？那老师，你知道嘉瑜学长吗？
嘉宇，杨嘉宇吗？是。杨嘉宇也是那时候的学生啊，我印象都很深刻，都已经毕业十年了。怎么那么奇怪呢？上个月明才拿信给嘉宇学长啊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原来信根本没有送出去啊，还是学姐根本没有打开来看呢？最后一页有我的答案，一心。莫非是？知道你一直偷偷的注意着我，也谢谢你的心意。心愿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方向。我呢，也在这里找回了自己呢。离开了，希望你也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，加油。拜拜。好，加油。